不是，阿宝来了，我们特别高兴。那就是还想问一下，我岳父大人什么时候到？你还没出戏呢，你没有，我必须要说那个我家父曾志伟先生跟那个赵本山老师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是，对，我只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他来了，他会跟赵老师喝酒喝到天亮，到时候节目还没办法录播，是不是？真的没办法。没关系，我们晚上8点半直播。啊，所以可以。晚上6点钟再醒来喝一天没关系。那行，我叫他来吧。那就好吧。好，好，同学再次欢迎两位。好，谢谢你们。好的，已经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的三组搭档了，对不对？哇，你们好居中，到这里等一下好不好？好，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第四对搭档，是我们的二人转演员孙丽蓉和台湾著名影视明星张氏，欢迎两位。欢迎。等一下，怎么了？我要问一下剧务，这晚饭里边掺了什么东西了是吧？不用，他们真的好和谐啊。各位大家好，我又来到了这个沈阳。嗯，但是今天我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辽宁卫视啊介绍一个非常好的二人转演员，所以我非常的兴奋，我就立刻想要跟他舞一段。哦，哎，而且我长得非常的漂亮。是，这个先说丽蓉，王丽蓉大家非常熟悉，在《刘老根》啊《乡村爱情》里边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没错，也是本山为数不多的女弟子当中的一位。那张氏呢？张氏她的很多影视作品大家都看过，对，她都是演的一些个小人物，非常真实，有一点小缺点，非常可爱的人。而且很有特点。对，二位这个搭档，我觉着在眼睛的大小尺度上是绝对合适的。怎么呢？你说我呵呵还放电呢？不是你刚刚